Enjoy your trip.这是海景房吗？我们这边全都是海景房，您放心。早看什么日出啊！再晚就成看人了。我想睡啊。要不说你一点不得了。喂，你好，礼宾部。啊，好的，是602房间对吧？嗯，请问一下，大概是多少个行李箱？3个。好的，好的，请您稍等一下，然后我们马上就送过来。 哎，这是508的行李，别推太靠里了。 客人1个小时后过来取。王先生，您太太呢？刚才看日出的时候跟我生气，自己先回去了。好的，房间已经为您退好了，可以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 出事了，怎么了？可能有个客人把老婆杀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就在刚才，他俩一起去看日出，然后那男的自己回来了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就这？不是队长，你要相信我的判断，我能看见很多你们看不见的东西。你呀。 平时少看点那些侦探小说，多出去走走，交交朋友，喝喝酒，聊聊天。我每天都很忙，我的朋友很多。 是这俩人吗？大哥，能再看一遍吗？前一天这个时间呢？再前一天。 哥，再前一天，有完没完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哥。小心点，是吧？队长，我捡了这么个玩意儿。你这一天天的，是不是觉得我闲着呀？玩你的气球去吧。微笑气泡新年活动，好喝会笑的巴布蕾微笑气泡气泡水，祝您新年好运连连，微笑开年，好运连连。巴布蕾微笑气泡新年活动，好喝会笑的巴布蕾微笑气泡气泡水，祝您新年好运连连，微笑开年，好运连连。哎，这部影片呀，其实很明显，就是在模仿希区柯克的经典作品《后窗》，是导演为主人公预设了一个视角限制和行动限制，然后让观众以主人公的受限视角，参与到一个未知事件的展开。不过呀，遗憾还是很多的。影片的仓促稚嫩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，和他的野心是不成正比的。汪导演，您都6年没出新片了，您这是退出影坛了吗？啊，谢谢你的关注啊。剧本在写呢，快了。啊，好了，我就说这么多吧。啊，我呢还是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。从这部电影当中呢，可以看出导演的这种巧妙的构思与这种独特的逻辑。你好。就这种类型片而言呢，在创作上是需要。我知道你在日出大酒店做了什么。整个影片还是不错的，也能体会到这个主创团队啊，用心了，使我们能够得到现在这种的视听享受。从画面交代的环境。小伙子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说说你的分析吧。作为一个知名导演，你有很多粉丝，渐渐的觉得老婆配不上你，离婚的成本又很高，所以你精心设计了这次杀妻。你提前几天来观察地形，发现日出前这个时间周围没有其他游客，而从观日崖把人推下去，下面就是大海。只要能缓过这2天，就算是警察来了也死无对证。你同时确认了观日崖摄像头的位置和拍摄范围，以确保不被拍到。昨天一早，你拖着一点防备都没有的丁力去看日出，在跳舞的过程中，假装好人帮他装着手机，在跳出监控的拍摄范围后，一把把他推下了悬崖。之后，为了证明你老婆离开酒店后还活着，你一直用她的手机回信息和发信息，就没有人会怀疑你老婆的失踪和你们的悬崖之旅有任何关系。再之后，你去了海边，把丁力的手机扔进了海里。我做的这么完美，怎么就被你发现了呢？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观察世界的方式吧。又在聊剧本，剧本不用写，光聊的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剧本就是聊出来的呀。样品带了吗？当然了，这是我们最新便携款，特别适合带着参加各种私教活动。上车啊！好。 星星，过来！走了。好冷啊！日出在哪儿呢？一下，很快就出来了。那头几天神神叨叨的，就为让我看这个。 哎呀，放着你最喜欢的音乐。好心跳力啊！妈，来。我觉得你又是在找着电影感了，是吧？ 我们公司今天新品新闻发布会，我得过去，你自己玩吧。哎。